凤凰山流寇，震天龙之颂，三个野鸡吗？大哥，掐了算了。土匪太没人性了。三尺那儿把头低，吃烧鸡就吃烧鸡。我住进城里混成这样了，不认识吗？谁啊？凤凰山炮哥。看来呀，二炮，你只是对我不好，大哥你对我最好。周保护费。滚！大哥，凤凰山平了，震天龙跑了。恕罪，坐坐坐。哎呀，好嘞，谢谢。正义啊，治理有方，井井有条啊。多谢县长夸奖，您过奖了您。那个县长是哪股风把您给刮来了？那，我一个人在那边待的寂寞，我还是怀念咱们在一起待的时候那个时光啊。县长，要不咱们去绣春楼玩玩？那都不必了，村东头杨佃户该皇帝主那个钱闹得满城风雨。嗯，我也听说了。关键呢，他这个事儿影响治安。嗯，是是是，县长你说的对。杨佃户那钱我替还上了。县长真是大仁大义之君，不愧是当地的父母官，佩服。于是乎呢，这老杨头心怀感激之心呢，为了答谢我，把他的女儿许配给我为妾。我是再三再四的推脱啊，我说不行，不可，不妥。可是这老杨头非常执着，嗯，非得给我。好事啊，县长啊。那我就没办法了。所以说过几天呢，我要办喜事儿。你最好领你的弟兄过去喝喜酒。县长先恭喜你，这喜酒必到必喝，而且我还要备一份大礼给你送去。那我就走了。慢走，恭送县长。出来吧。我在里面都憋死了，死鬼。桂花啊，嗯，这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，这嫁了人呐就要听丈夫的，可不能像现在这样啊。哎呀，你看看你这孩子，这是你随便玩的吗？谁说我这是嫁人了？要嫁人呢。是他！哎呦我的天哪！哎呀妈呀，这撕成两半，这可怎么用啊？这蒙的红撕成两半，这是要出大事的。怕啥的呀？我相公给我买新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说你这孩子，他烧坏了，这更不能用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叫，停叫！停叫，停叫！谁家小孩啊？这样啊，吵吵八卦，回家去！这头往上去！哎呀！怎么还得跳把我跳来了啊？等等等等，天哥，我大腰子一定会为你报仇的。感谢父老乡亲呐，谢谢。哎，老张，啊，这边吧，啊。快进啊，干啥呀？瞅啥呀？啥呀？你看怎么就说话？怎么不听啊？啊，就是受累了啊，也吹的也挺好的，是不是啊？哈啊，哎，好好好好。那个今天哈是大炮吧和桂花的那个大喜日子啊，那个现在吉时已到，开始拜堂了啊，一拜天地。二拜高堂，高堂拜高堂了，好，夫妻对拜，夫妻对拜。嗯，我
俺不好呢。他不爬山根吗？韩胖，什么？三宝，三宝，好啊，好，送肉洞房。人家都上洞房了，你还没放炮？你说你洞房了？哎，进洞房了，快！哎呀，你真是拽！浩哥，我掐我干啥？怎么了？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呢？沈浩，你早就来了，怎么能高兴起来啊？我是娶你，这回你又娶我了，我整个倒插门，我能高兴吗？我不管，这么多人看着你得高兴。你不高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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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兴。行行行行行。哎呀，哎，那，你说你。你说你也是，你说你这连隔家带掐的，你说今天可是咱俩大喜事儿啊！什么大喜日子啊？你得知道，是我娶你。啊，是，行了行了，是你娶我，我倒插门行了吧？哎呀，那纹了吗？什么纹呢？一惊一乍的，你说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好脏啊！这能不脏吗？好精致啊，好小啊！不小了，我还从来没见过呢，让我好好玩玩。什么东西射出来了？谁？我？怎么？连我都不认识了，哎呀，桂花，高兴过头了吧？不，署长大人，署长大人，认识。嗯，恭喜你了，大炮啊！多谢。今天呢是我的大喜事儿，一会儿呢几位长官多喝几杯。酒是得喝，但是不在你这喝了，去县长那里喝了。什么县长？本署长带队，清剿。凤凰山土匪余孽，送给县长做贺礼。来人呐，在，带走，在。哎，走，哎，我犯什么错呀？走，犯什么？我没犯法呀，我。别走，别走。哎，走。我有啊，来。桂花，桂花。来，走，老实点。桂花，你放心，我肯定把大哥给你救回来。
天哥，我大腰子肯定会为你报仇的，我。看你往哪里跑！快点回来！什么情况？那是什么情况？署长，这回是真的大炮了！去他妈！什么真大炮？你怎么还睡呢？起来！啊，谁跑了？谁跑？坏了，出大事了！王大伟啊！怎么回事啊？看来奉天城已经打起来了。那我们希望不要牵连到凤凰城，要不然接应我的同志们就会危险。小伙，咱们多加小心，快走。城内的情况，那就很危险了。你们两个看家，其他弟兄跟我出城。走，快点！这一大早你干嘛呀？别磨叽了，行不行啊？啊，当初都多余娶你们。娶我干啥呀？为民除害！快点啊！哎呀，去哪儿啊？还去哪儿？日本鬼子来了，还能往好日子过吗？去老张家躲躲呗。老张，快点！哎呀，我的妈！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妈！这都啥玩意儿？这么沉呢？不是，你抓我干啥呀？走。抓你干！我这刚完，这刚办完，走！赶紧，你还没动手呢，你这。快点撸！哎呀！肚疼啊！哎呀呀！憋着！憋不住了！哎呀！给你两秒钟时间，啊！快点啊！两秒。两秒还没脱裤子呢吗？你跟他去，看他点。走，快走，后边跟上，看住他啊！快走，
快点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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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？快快给我解开，给我解，给我解什么解？滚远点！不是，你不解开，我这怎么上啊我呀？啊！别耍花样啊！耍花样，老子要崩了你！拿枪看着我呢，我耍什么花样？耍花样崩了你！快点的！哎哎哎哎！干啥呢？我往里去，怪臭的。再往前，往前。收拾。快点的啊！好了吗？这帮警察想抓住我，这叫金蝉脱壳。这帮笨蛋，抓不着我呀。收拾！大鹏，大鹏，站住！别动，动我就开枪了！你等我擦完屁股。哎，要跑，给我追！追！跑！不对，对，他妈的，让他跑了！对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在哪呢？停！怎么了，大哥？后面有人，日本人，注意力，快！大哥，干呐！找他娘的什么急呀、啊？再等等，特派员现在还没有消息呢。报告官，恭喜他，前方の様子がおかしいです。福田さんここで待ってください。すぐ様子を見てきます。行け。特派员，怎么会有日本兵啊？这小日本对我国已经窥视很久了。听昨晚的炮声，战争已经打响了。那他们不会是知道我们来了吧？不会的，我们这次行动是组织直接下达的，何况我们刚到此地。不可能会被发现的。福田さん、前方に2組の敵軍が我々の行く手を塞いでます。何がいいの？まだ把握できていません。よし。何が言うよ。国民警察怎么也来了？是啊，先看清楚他们有多少人，咱们随时准备战斗。好。这他娘的啊！怎么一帮警察提着裤子追老爷们儿啊？
大哥，咱干他就完了。再等等。大哥，站住！大哥呀，大哥。二炮，这个傻子，你追我干啥？他们说我是土匪，我要是土匪，我早杀了他们了。不行，我得救二炮。大哥，哎呦，哎呦我去，大哥，哎呦我去，你奶奶个滚！听着没有，我兄弟在喊我，这周围都是我的兄弟。大哥，哎呦我，那人哪去了？坑老爷了！哎呦我的妈！组长，凤凰城庄被日本人占去了，东北军也撤了。快跑！哼，我们的人呢？都跑了。什么？跑了，嘀咕啥呢？啊，赶紧跑吧！再不跑啊，就来不及了。你拿我当三岁小孩呢？都是你兄弟，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？哎，别！刚才我兄弟喊你不也听着了吗？啊，如果你们再想撵我，我就让我的兄弟杀了你们。胡子。难道他是来给咱们解围的？所长，抓他往哪儿送啊？咱们家都没了，县长的命可能都保不住了。家都没了？啊，再不跑就来不及了。打死你！咋的了？还来吗？啊，还来吗？来，开枪！警察走了。哪位好汉救了我的兄弟？这是位高人呢，胡子，咱们出去跟他见一面。谢谢兄弟，谢谢了。雷子，自己人。嗯，走。谢谢兄弟啊，谢谢兄弟，谢谢了啊，谢谢了。雷子兄弟，好久不见。王特派员，久违了。这位兄弟是？啊，这位是小虎同志，叫雷哥。雷哥，好兄弟。雷子，我们去看看这位高人。走。高人，让你的兄弟们现身吧。啊，二炮，大哥，大哥，二炮，
大哥，你干啥去了？没事。你就找你这踩的呀！哎呀！来来来来来，兄弟们，喝茶喝茶啊！同志们，我这次来呀，真是不枉此行。除了结识我雷子兄弟，还结识了这么多爱国人士，更荣幸的是结识了我这位高人。谢谢你刚才能舍身相救。我是王志军。敢问阁下尊姓大名？哎，先坐下喝茶。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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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。这个我懂。虎有山林鸟有巢，阳关道上独木桥。雷子，啥意思？那什么，我就是说这话呀，说惯了。那个，我叫大炮，我的兄弟呢叫二炮。二炮，嗯，看吧。哦，原来也是江湖中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喝茶，喝茶。哎呀！高人呐，高人！兄弟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就在此处与我们共商大事，如何？不是，是啊，不了。那个，实不相瞒，我还有重要事去办。那个，要是有缘呢，我们说不哪天又见面了。告辞了，我走了。哎，高人，哎，告辞了，走了。二炮，高人，二炮，走了，告辞了，告辞了。哎。三炮肯定还没吃饭，我得给他们拿收拾。组织已经下令了，命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搞毁日本在华生物实验室和斩首化学武器专家。前一段时间我们一个同志已经牺牲了，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到我们更多的同胞受这样的苦难。王特派员，那天那位同志就是被阿天害死的。什么？不是死了吗？我们也以为他死了，谁知道那小子去日本了。这几个月他可又回到了凤凰城。原来是这样。王特派员，你就告诉我们咋整就完了。高老爷子可都跟我们交代了，老爷子一句话，我和我的兄弟们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在所不辞。同志们，我王志军先谢谢大家了。对了，雷子，我师兄现在在哪儿啊？老爷子他隐居多年了，一直都是他来找我们，我们也找不着他呀。哎，不过我可知道十三妹能找到他。十三妹，这找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？姐，这可咋整啊？你们要干什么？
老胡，找你还真不好找啊。天哥，你不死了吗？你还活着呢，我怎么舍得死啊？上次老贾那事儿，那是大帅指使的，跟我没关系啊。这么长时间不见了，提那么多不愉快的干啥？来，老胡，我给你介绍。这就是山田少佐先生。胡云峰。嗨。おじさま、よくお許しはよろしいだ。やめてくん、天くん、久しぶり。いいよ、いいよ。天くん、結果はどうでいい？おかげさまで、もう大丈夫です。姐姐，阿杰什么？可以是卡，可叫他是。福田太君，久闻您的大名，今日相见，三人有幸。今日お会いできて光栄だそうです。おじさま、どうしました？我々はここへ向かっている時、二組の山賊に遭遇しました。そして十何名の警察にも止められました。何？剿这么多年匪，还有土匪出没？您放心，我这就出城，活捉那帮土匪。开的开。大哥，这不那十三妹那饭店吗？是啊，咋造这样呢？这叫什么？人去楼空了呢？再说了，十三妹是你叫的吗？那得叫大姐。哦，大姐呀，那饭店。这兵荒马乱的。你说哪有咱们老百姓的好日子过吧？啊，看着没有，我前脚拜堂，后脚就把我抓走了。我算看好了，这当官的说你犯法就犯法，说你是良民就是良民。行了，走吧，咱们回去吧。大哥，我要是当官，我肯定不抓。抓什么抓？哪有当官的，快走。十三妹，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哎呀，县长，县长，哎呀，县长，我说你这改俩手经理了呢？啊，县长好。不，我说我明天都办喜事了，你们出来扯犊子来了呢？县长，你不知道现在城里全是日本兵啊，我们回不去了。哎，县长，你怎么跟他们在一起？不管谁来，我躲着都是县长，没办法。那对，那对，县长，啊。
大战在即，你也是辛苦了。师兄，多年不见了，你还好吧？这国将不国，哪里顾得上个人安危？对，师兄教训得对。你此次前来，当是另有任务吧？不敢欺瞒师兄，此次前来，就是想请师兄相助。师今豺狼当道，只凭你我二人之力，恐怕难以扭转乾坤吧。师兄，单凭你我二人之力，自然不能成事。但是，如果能发动无产阶级，推翻剥削阶级及一切反对的势力，真正使人们翻身做自己的主人，我相信，这绝对是一场解放自己、解放全人类的伟大革命。可叹我泱泱中华，历经上下五千年，人们已沉睡太久了。那就用我和同胞们的鲜血去唤醒他们。如果说我死了，我让我儿子丧；我儿子死了，同胞们丧。我相信，总会有一天，人们将会从沉睡中醒来，清醒地面对世界，从而解放全人类。好，署长，这刚放了大炮，又让咱们去抓他。让你去你就去，这话怎么这么多啊你？可也是的，这大半夜抓人，去哪儿抓呀？对呀，这属于大海捞针呢。哎，来了！鸡仔，有小日本的消息吗？大哥，小日本敢来，就干他就完了。对，大哥，干他！干他！鸡仔，小虎，来。好的，可以的。放了他！放了他！
放了。走。哎，好。走。二胖，二胖，二胖，哎，二胖呢？二胖早都回家了。回家了。赶紧跑吧。哎，好。二胖，二胖，二胖，二胖。二胖，看来是高人出卖了我们。高人，真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。不可能，署长，这刚抓回来，怎么又放走了呀？你懂个屁！县长这是放长线钓大鱼。哦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追，跟上他。好好好。让你怎么挠挠我脚心了？哎，我让你挠我啊！谁让你挠我了？天亮以后，我就回到奉天，前去召集人马。你回到凤凰山，让兄弟们按兵不动。记着，在我没回来之前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等我调集力量，然后把他们一网打尽。好的，师叔。老张，纸。老张，纸。报告太君，我经历了千辛万苦，才找到了他们的行踪啊！山賊たちに関する情報が手に入りました。据可靠消息，他们这帮土匪在凤凰山一带活动啊！说吧，你们头在哪？你要不说，
连大炮都看不着了。记住，要想活命，别乱说话。好汉，我当县长也是日本人逼的，我那也是没办法。但毕竟我是中国人，你放心，今天我指定帮助你们。只是我今天我是大喜的日子，你千万不能杀我。我这有喜糖，啊，喜糖。别废话。調査全部探しました。誰もいません。二炮，兄弟，二炮。
雷队长，兄弟们没事吧？没事儿，都是皮外伤。实验室在那边，王特派员不用担心我们。小日本他娘的，我是一个都不会放过的。兄弟们，抄家伙，跟我冲！小心，进去。干什么？进去。你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二炮，死ぬ自分は幸せだな。大日本帝国の実験体になれるなんて、こいつらにとってはとんでもない光栄です。ハルビンどうだ、だだな。ハルビンでは。この武器を大量使用できるように着々と準備を進めてます。よしよし大丈夫だぜか。どんよびょ、じびょだ、けんびょ、つづけろ。离开之前，千万不要让他死了。二宝兄弟，二宝兄弟，二宝兄弟，老哥。二宝兄弟，
三炮拿这鸡腿不能吃了吧？你吓死我了！二炮，你们骨子里，骨子里疼疼疼，不是疼疼疼，骨子里疼疼。那死到临头了，还要吃骨子里，骨子里疼疼疼。我给我不给我。肚子酸啊！水水呀！酸！这是什么？这是啥呀？这是水。来，是来，你不要喝水吗？来，喝喝。死了呢！哎妈，这他死了！二炮，大哥，兄弟，大哥，兄弟，走，大哥，走。是，大哥也回家。兄弟，夏林兄弟，夏林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。还有活的没有？啊！走！走，快点！
我弄死你！我要弄死你！桂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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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你大炮哥，桂花，桂花，桂花。大炮哥回家，再回家啊！那什么，二炮回家。大姐，怎么样？都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大炮兄弟，凤凰山那边已经撑不了太久了，你们还是赶紧出城吧。那我们出城了，那你们呢？我们还得去处理掉另一个实验室。大炮兄弟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好，好，后会有期。大炮，注意安全。